这个是生吃，上次被虫吃到没有叶子的盆栽羊角豆，盆栽秋葵啊，现在这样大，还有这边有花苞了，两个一起的，这边第二颗花苞。这里花苞，用沙种的，啊，用纸袋，然后三指以下，然后存水，这边打洞，然后这边存水，啊，看它根，啊，几多条根。细细的根，啊，成花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开花结果，啊，接下来看，继续种着，现在这么大。